濑尿虾相信大家都有食过，但系点解喺水缸嘅时候要用胶樽笠住佢哋呢？唔通好似中咗肺炎咁，虾同虾之间都要住方舱？我哋平时食嘅濑尿虾主要分两种，第一种绿绿地色嘅叫青濑尿虾，第二种身上有黑色间嘅，我哋会叫佢斑马濑尿虾。用樽包住嘅就系斑马濑尿虾，佢哋身性凶残，中意打交。如果唔用胶樽入住佢哋，好易打到个身伤晒，未运到去铺头已经死晒。咪睇小啲濑尿虾得两个螳螂臂，佢哋嘅臂力可以高达自身体重嘅2500倍。上年就有网民因为大意拎住斑马濑尿虾打卡，俾濑尿虾一下拖开手掌，割断咗大动物，足足连咗十针啊！斑马濑尿虾大大只，啲肉系咪好大牙？其实斑马濑尿虾普遍都系淋身嘅，鲜味又唔系好够，所以平时嘅食法唔会系清蒸，而系用避风塘炒或者系用椒盐，用重口味去搭救嘅。下次再同大家发掘更多嘅未知啦。